欢迎下一位林玉群出场。 各位评审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玉群。不要告诉我，让我猜你的小名，小胖。对，哦，你看，对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谢谢。你是源自大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站在原因是为什么？ 因为我知道，就是我的外形条件可能没有那么的好，但是我有一颗热爱唱歌的心，我希望让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其实我自己成为台湾的保罗帕兹。哦，Pop Pops，OK，OK，OK，有追寻的目标跟对象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要听的歌曲带来的是张惠妹的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。好，掌声鼓励，欢迎林玉群。谢谢。 谢谢。在一片惊呼当中，大家突然就过关了。谢谢。恭喜好捧场哦！台下每个人一唱歌的时候，每个这样面面相觑。哇，这还有特色哦！我们听国伦老师，好，麻烦。你一开口，我们评审每一个人都互相看来看去，说这几上面经营。<笑>我必须说，你有一点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啦。 你有荣翔的外表，却有下绿地的声音，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特别。谢谢国文老师，你根本就是台湾的 Vitas 嘛？你的，谢谢国文老师。因为你的声音是没有经过像男生会变声吗？你的声音是干净到没有变声过的声音，哎，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。 你从小就这样声音吗？就其实小时候讲话声音比现在高一点，但是就是变声之后，我发现我还是可以这样唱歌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哇，好棒哦！可能是上天给的恩赐。所以你可以唱 Vitas 那声音可以飙上去，海豚音都可以。那个可能有点困难，我可能还要再练一下。下次练一练，下次再来。好，好不好？恭喜林玉群过关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